点滴在心边，失去自己，亲像孤单的花蕊，醉着爱的滋味。这一张万寿菊啊，然后是来讲到自己就是台南的夜生活，然后跟你以往的创作风格也不一样，而且呢，这一次以个人来出这个全台语的专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张专辑。其实当初在做这张专辑也不是真正的台南的夜生活啦，其实就是自己生长的这些故事背景，然后想要用自己的一些记忆来去呈现它出来这样子。所以当时在做这些 demo 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直在想象。回味以前小的时候的一些记忆，然后去用音乐来去，用画面来呈现这样。对，但是这跟落日飞车风格很大不一样。那个启发点其实也是就从家里开始。早就想。对，其实就是他个人的了。毕竟爸爸跟阿公也都是在唱台语。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的出发点来让大家去认识自己内心想要做的音乐，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这样子。对对对对，而且呢，是一种。就是跟爸爸跟阿公那个时候唱的方式是完全又不一样，是对，因为这些东西的激发其实也都是来自于可能因为飞车的关系，然后飞了很多地方，然后去吸收到他们当地的一些文化，然后他们对于音乐上面的一些想法，对所谓的传统跟现代这种东西怎么去做一个结合，其实也是从国外的一些朋友来去做一些激发的，就是因为毕竟家族的历史背景是从。阿公开始其实就是在做音乐创作人，所以从阿公到爸爸到我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就像前面有讲到，就是家庭上的一个连结。那对于这东西的一种传承，其实自己内心一直也是很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能够做到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音乐的部分。透过音乐呢，把自己的故事可以保鲜下来。没错，没错。前面你有提到你的制作人是殷红嘛？然后里面有一首歌是《一夜情》，还特别请了这个冰冰姐来做最后的客串。那边迷音梗哎，她最后面那到底在演什么？是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突然出现？然后你们又你们有看？其实很有趣，一起转圈圈。对，其实那个火花很有趣，是因为当时候我们在讨论要做拍 MV 的时候。我人其实是在 LA 的，那其实我的导演是林猫。那其实当下我们在做想要拍 MV 这个举动，其实是很临时想到一些 idea 的，所以其实就是用一些即兴发挥来去想象这个一夜情的一些概念，这样子。转圈圈啊，其实是冰冰姐自己即兴说想要跟我拥抱跟转。哦，原来是这样，是即兴的、啊。一个即兴，你那个转圈圈那个笑应该是真的笑场吧？是真心的在笑场，你知道吗？第一次拍 MV 就跟冰冰姐这样转圈圈，真的很可爱，很可爱的一个画面，是一种爱情摩天轮的一种表现吧。既然都聊到这首歌了，那我们就请黄浩庭来演唱这首《一夜情》。未来世界 ERTP